我哋有七大诉求啊，各位。错。第一个诉求是乱够了，乱够了，救香港，救香港。第二个是停暴力，停暴力，救香港，救香港。第三个是勿扰民，勿扰民，救香港，救香港。此破坏，此破坏，救香港，救香港，守法治，守法治，救香港，救香港，阻止你，阻止你，救香港，救香港，阻止你，阻止你，救香港，救香港，反正鬼，反正鬼，救香港，救香港。各位香港嘅市民，今日虽然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